积德累功。回家作业是日行一善，就是每天要做一件好事，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做到，并且把所做的好事写在日记里，下个星期一上学时交给学艺鼓掌。好，背书包准备回家，下课。阿达，阿达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在想日行一善的功课要怎么写了。哦，对了，阿文，你写好了要给我抄哦。不行啊，老师说功课要自己写，不可以抄别人的。可是我不会写啊，怎么办？下星期一一定会被老师处罚了。阿文，阿文，等我了。阿文，你的日记写好了要借我好吗？不可以啦。哼，小气鬼。啊，有了，阿达，我们去问爷爷好不好？嗯，好啊好啊，我们快走吧。阿达，阿达，等等我们，等等我们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哦，呵呵，阿达呀，来来来，来这边坐啊。阿里的宝宝，你的爷爷在做什么啊？哦，我跟爷爷在绑竹扫把呀。绑竹扫把要做什么用？下个礼拜天要打扫村里的水沟，以免大雨来的时候水沟不通造成淹水，那就麻烦了。是啊，你们要来找小林吗？啊，他在里面。爷爷不是啦。哦，那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没有啊，我们没有吵架了。那就是来找爷爷的咯。是啊，爷爷，我们想要请教您问题。因为老师规定的回家作业日行一善，就是要把每天做的好事写在日记里，可是阿达还有阿福都不会。对啊，爷爷。好好好，所谓善啊，他的意思是很广的，在宋朝镇江的地方。有位太守名叫葛凡，他每天呢都会做几件好事，40年来都没有间断过。有人就请教他，葛凡就说，我并没有特别的方法，只是每天做一两件有益别人的事情而已，并且就用手指着座椅间的踏板就说了，如果这个踏板放得不正，就会碰伤人的脚，所以我将它摆正，又如果有人渴了，我就请他喝杯水。虽然这只是一些小小的事，但都是可以利益别人的事啊。这么简单啊，我也会啊。
是啊，那我也会做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葛凡先生啊也说，从宰相到乞丐，也都能做得到的，但是一定要持之以恒，行之长久，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。阿达，你们只要能够了解，哪怕是一件小小的事情，也都有它的利益的。哇哦，太好了，这样子就不用烦恼被老师处罚了。对哦，我也不怕了呀。天才啊，哎，天才啊，天才啊，你的扫把绑好了没有啊？阿爸，差不多了。哎，阿福，你们也在这里哦。爸爸，你也要去帮忙打扫水沟哦。是啊，爸爸跟阿林的爸爸哈，都去召集人呢。真的哦，爸爸，那我也要去帮忙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我也要去。那我也要去。好好好。哎，阿发，你可帮了孩子一个大忙喽。日行一善呢。于物，阿达，阿达，是我阿福了，阿达。阿福，什么事啊？我告诉你哦，昨天晚上杂货店的叔叔来找我，要我帮忙。帮忙？帮什么忙啊？因为他小女儿生病了，得了百日咳。有人告诉叔叔说，吃青蛙的腿可以治好百日咳，所以叔叔说，如果捉了十只青蛙，就可以换一只冰棒哦。一只冰棒？阿达，阿达！冰棒？真的吗？那我们快走吧。嗯。你们这么早来找我有事吗？哎呦，侯康的，快点啊，我们快点走啦。什么事啊？捉青蛙啦。什么？捉青蛙？哎呀，可以换冰棒哦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？哎呦，走了走了，边走边说了。阿文，我告诉你哦，每个人只要捉了十只青蛙，交给杂货店的叔叔，就可以换一只冰棒哎。那我们快走吧。嗯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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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哇。
挖出来了。哇，好多只。快，我们继续叫。好啊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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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是什么？阿达，小心啊，后面有蛇。在哪里？啊！哎，你们又跑到哪儿去玩了啊？怎么弄得全身湿哒哒的？我们去水田边捉青蛙了，结果阿达被水蛇吓了一大跳，掉进水田里了。啊！你们捉青蛙要做什么呢？天不背啊，哎，这汽水要放到哪里啊？哦，放在客厅就好了。哦，好。爷爷，就是阿顺叔叔了，他告诉阿福说他女儿生病了，要吃青蛙的腿才会好，然后麻烦阿福去捉青蛙，十只青蛙可以换一只冰棒，所以我们才去抓青蛙了。冰棒，我也要吃。阿梅呀，不要吵，我们听爷爷怎么说。可是，哦，青蛙呀，在明朝啊，有个叫沈万三的人。有一天呢，他走进了市集，这走着走着，他看见了有人拿了好几百只的青蛙，准备要把这些青蛙杀死。沈万三他不忍心让这些青蛙被杀，于是他花钱把全部的青蛙都买下来了，然后放入池塘里，让这些青蛙悠游自在地在池塘里生活。刚才在水田里的青蛙跳来跳去的，好像很快乐哎。是啊，他们呱呱呱呱的在水里面玩得很开心啊。又有一天呢，沈万三经过了池塘旁，看见一大堆的青蛙，围着个圆圈，站在一个瓦盆上，呱呱呱呱呱呱的叫着，好像是在说：“沈万三呐，沈万三呐，请你把瓦盆带回家吧。”于是沈万三就把这个瓦盆带回家，当成盥洗的用具了。有一天清晨呢，沈万三他用瓦盆洗手的时候，这手上的戒指一不小心就掉入了瓦盆里，但是他不知道。直到第二天早上，他才发现，这戒指不见了。他心里想了一想，这戒指是不是掉入了瓦盆呢？还是去看看吧。当沈万三到了瓦盆旁，看到整个瓦盆里装满了戒指，他非常的惊讶，于是他就再把金子银子放入瓦盆里试试看。结果呢，这瓦盆里都是金子和银子。原来这个瓦盆就是所谓的聚宝盆呐，因此沈万三就成为当地最富有的人了。后来他也都依着仁慈的心来对待所有的小动物们。爷爷，虽然我们知道要爱护动物，但是阿顺叔叔的女儿生病了，又不能吃青蛙的腿，要怎么办呢？雷布贝汽水放好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阿顺呐，这听阿福说，你女儿得了百日咳呀。是啊，所以我才麻烦阿福去帮我捉青蛙来当药引。
二顺呐、这有病的就要找医生啊，这样的才是正确的做法。不要听信民间一般的传言而耽误了病情，那就不好了。只要能戒杀，又能以仁慈的心来对待一切的众生，或许会有善缘，能找到比较好的医生哦。雷姆贝啊，对不起了，我以后哈会更加注意的，不再任意伤害小动物了。我马上带我女儿去找医生啊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快去吧。小青蛙，小青蛙，我带你回家去，但是你要帮我变冰棒哦。忠孝。阿达，昨天晚上大家不是说好要一起去逛夜市的吗？我跟阿福等了你好久，都等不到你，所以我们就自己去玩了。对呀、夜市里有好多好玩的东西哦。我还得到了一个面具呢，这是阿文哥哥和阿福哥哥玩弹珠台赢来的呢。对不起哦，阿达。阿福、阿妹，我们不要再说了，要不然阿达会生气的。阿达哥哥，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能去呢？为什么呢？哼，不要问我，我不想说了。哼。
怎么了啊？又吵架了啊？来来来，说给爷爷听听看啊，看是为什么吵架啊？爷爷，没有了，我们没有吵架了，是因为昨天晚上大家约好要一起去逛夜市，但是阿达却一直没有来，所以我们今天才想问阿达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。哦，阿达呀，那你为什么没有遵守约定呢？哼，都是我妈妈了。宝宝，宝宝，晚上我要跟阿文、阿福他们一起去逛夜市哦。哦，好啊，不过不要玩得太晚哦。不行呐，逛夜市又会跑去乱花钱呐，而且哦，阿达他哦一定又会玩过头了，太晚回家了。我看哦，你还是给我在家里看电视就好了。才不会呢，而且我和阿文、阿福已经约好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去。哼，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，你听不懂啊？哎呦，让他气啦，小孩子哦，偶尔去玩一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啦。对啊，爸爸都说好了，为什么不让我去呢？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啦，可是不可以去。哼，臭妈妈，那你以后也不要去理发店烫头发。哼，哎呦，你这个老囡仔哦，竟敢这样说啦。我烫头发跟你逛夜市是两码子事呢。哼，哪里不一样了？都是花钱呐、啊！臭妈妈！哎呦，你这个囡仔哦，哪样你讲话啦？阿达，不可以这样子跟你妈妈说话啦，知不知道啊？哼，是妈妈不对啊，是她不让我去的。哼！哎，阿达呀，你这样就不对了，怎么可以骂自己的妈妈呢？啊，难怪你妈妈会生气了。可是，是我妈妈她不让我去的，她也不对啊，她害我不守信用。阿达呀，你这样说并不正确啊！你在跟别人做约定之前，并没有先征得你爸爸妈妈的同意啊，那怎么可以说是你妈妈害你不守信用的呢？阿达呀，这人非圣贤，就算是父母也难免有犯错的时候，但这个时候啊，为人子女的更应该用委婉柔和的方式来让父母亲了解并且改过啊，千万不可以用吵架争执的方式来处理，否则啊，不但父母亲伤心，而且自己也会很难过的。古人说呀，百善孝为先，在所有的好事善事当中啊，这个孝顺可是排第一的哦。要知道啊，这不孝的行为可是非常不对的呢。爷爷，什么是不孝啊？不孝就是忤逆父母，不听从父母的教导，不孝养父母，乃至这咒骂父母，或是行为上的暴力相向，种种诸如此类等等啊，会让父母亲伤心难过的事，这些啊，都是不孝的行为啊。这古人又说呀，养儿方知父母恩，你们有一天呐，都会长大成人，也都会结婚生子，并且当人家的爸爸跟妈妈呢，你们想一想啊，如果以后你们的小孩如果都不听话的话，那你们是不是会很难过呢？这么说的话，那阿达就是不孝的人喽？是吗，爷爷？我是不孝的人吗？啊，阿达呀，来来来，爷爷说个故事给你听啊。从前呢，
有一位叫做张毅的人，他每天早上啊，都会非常虔诚地向菩萨祷告，忏悔自己过去和现在所犯下的种种罪过。但是，有一天，张毅啊，在睡梦之中，突然来到了阴间。正当张毅不知所从的时候啊，这忽然间呢，出现了一位庄严的判官。这判官拿出了一本册子给张毅。张毅一看呢，就原来册子里面记载了他从以前到现在所做过的一切善恶事迹。因为张毅平时心地善良而且正直，又是一位懂得为所犯过的错误忏悔以及自我反省的人，因此册子里的一些有关恶的罪性记录呢，也因为平时的忏悔跟努力的补救而渐渐地淡化或者消失了。但是这唯独有几条恶的罪性记录啊，却丝毫没有改变，依然非常的清晰。张毅看到之后啊，紧张而且不解地问判官说，那些丝毫都没有改变的记录到底是什么样的过失呢？这些都是你从过去到现在所有对父母亲的不当言辞及行为的记录，如言语上的争执、咒骂，或是行为举止上的不恭敬等。啊，那是不是有补救的办法呢？做错了事而懂得忏悔固然是善，但是忏悔的真正精神是借着深刻的自我反省及悔过，而不再让自己犯同样的错误。因此所谓的补救，就是你必须要更加的恭敬孝顺自己的父母，并且不要再让自己又犯了同样不敬的罪行。这判官说完之后呢，张毅啊突然从梦中惊醒，惊醒后深深地忏悔反省过去曾经犯下的错误。而从此以后啊，张毅便更加用心地检点自己，时时警惕，时时小心，时时观察自己的错误，并且随即反省改过，而对自己的父母亲啊也更加的孝顺恭敬侍奉有谨。渐渐的，张毅以及张毅的家人也就更加的和乐安详了。啊，完了，那怎么办啊？我骂妈妈的事是不是也会被记下来啊？阿达呀，知错要能改，而且要努力不要再犯哦。记得回去要跟妈妈说对不起哦，这样啊，阿达就不是不孝的人了。阿达，你看谁来了？是阿达的妈妈。阿达，阿达，你在哪里呀？妈妈，妈妈！哎呦，阿达，你先怒啊！发生什么事的啦？没有了，没有什么事了。我只是想要跟你说对不起了。昨天晚上我不该骂你臭妈妈的，请你原谅我。哎呦，啊，妈妈也有不对的，我也不该对你那么凶的啊。那你愿意原谅我咯？对啦，真好，阿达哥哥跟他妈妈和好了耶。好棒啊。阿达啊，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乖，知道要跟妈妈道歉了呢？是莲雾爷爷告诉阿达的啦。
莲雾爷爷哦，啊，真是谢谢你的教导呢。阿达这个孩子哦，心地是不错啦，但是哦，就是比较顽皮的一点呐、啊。小孩子嘛，啊，这顽皮是难免的啦。但重要的是啊，当他们言行举止以及观念错误的时候啊，这为人长辈的要适时的给予机会教育，不论是言语上的教导说明，或者是行为上的约束，让他们渐渐的能够了解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这样呢，小孩子才会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的能够端正思想，培养出健全的人格，因而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嘛。嘿嘿，就是啊，莲雾爷爷，你说的哦，真是对呢。我以后哦，也应该要好好的来学习，应该要如何教导小孩子啦。对呀、啊，妈妈也应该要好好的学耶。哎呦，你这个孩子哦，只会给你妈妈漏气的。哎呦，哎呦喂啊！有替，每次都要特别去照顾他，很麻烦呢。让你去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好好的玩了啦。对啊。不会啊，我会乖乖的，我只在一旁看鱼游泳就好了，不会乱跑的。哦，这，哎呦，这我不知道啦。我要先走了啦。阿达。阿达，你等等我了。阿达，阿达，小丽，我们在前面等你哦，不可以带阿妹来哦。嗯，好吧，但是你一定要乖乖的哦。嗯，小丽，谢谢你哦。阿达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害我呢？找你哥哥陪你玩好了。哥哥。哦。
吓跑了啦。自己的不对了吗？爷爷，我知道，我知道错了。哎，还好是遇到了阿土伯，要不然呢，这阿妹可能就回不来了呢。阿妹啊，自个儿走到了山坡的另一边，结果呀，遇到了一头野猪啊。妹呢，更是吓了一个，拔腿就跑啊！然后呢，就从山坡上跌了下来，结果就掉到了山坡下的大水沟里头去了。阿妹年纪小，个子也小，没办法从大水沟里爬出来，结果就被困住了。还好啊，遇到了阿土伯，出外采药，而刚好听到了阿妹的哭泣声，才得以将阿妹救了出来。否则啊，阿梅可能就会发生危险了。阿土伯呀，真是谢谢你了。要不然呢，可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呢。哎呦，这没什么了，这是应该的。阿梅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我不该丢下你一个人不管，而只顾玩自己的。是我不好了，都是我没有好好照顾阿妹的。我们也有不对了，都只顾玩自己的。来来来啊，过来过来，爷爷啊，说个故事给你们听啊。在以前，宋朝的时候啊。有一位叫做司马光的宰相，他在小的时候啊，兄弟之间的感情非常的好。身为哥哥的司马康伯，非常的照顾并且爱护着弟弟司马光，兄弟间兄友弟恭，非常的和乐。而日子渐渐地过去了，
司马光也渐渐地长大成人，并且官拜宰相。而兄弟间呢，依然非常的和睦，而且互相照顾。不论是兄弟之间，或是兄弟间的其他眷属啊，都是如此。而晚年的时候，司马光已经70多岁，而司马光的哥哥司马康伯更是已经80几岁了。而司马康伯由于年纪老迈的关系，便常常的生病，行动也渐渐的不方便了。身为弟弟的司马光便把哥哥当成父亲一样的在侍奉着照顾着，还真是做到了所谓的有替呀。阿文呐，阿妹啊，是你的妹妹，你更应该要好好的照顾她，爱护她才对嘛。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会好好照顾阿妹的。虽然说阿妹是阿文的妹妹，但是阿梅年纪还小，就像是你们自己的妹妹一样。而阿梅呢，也都把你们当作自己的哥哥跟姐姐呢。所以啊，你们更应该互相关心，互相照顾才对嘛。怎么可以说因为怕麻烦，所以就不跟他玩，或者是不理他了呢？好，知错能改就好了啊。好，看我的。大哥哥，你要做什么啦？哟呼，火车来喽！不不，火车来喽！不不，哈哈，耶！火车来喽！不不，火车来喽！不不，哈哈。